人开始呢，高级班开始上课。他对我咧讲话，这人就是咱的志光团的班长。你目睭所看到，伫咱台湾民政府家去帮忙啊，督房啦吼，啊去帮忙扫涂骹啦，帮忙切椅啊、桌啊去扫涂骹遮的，无一人有领薪水，大拢家己来。这个杨志贺是咱的志工团的班长，伊住伫北投，每礼拜拜五中昼时就来扫涂骹。他拄啊，志贺伊讲，台湾人的本性已经去互中国人改去啊。恁捌看旧年芝麻米，就是迄海啸的时阵，日本人死足多。日本的东北电视伫做讲，伊死真侪人，但是因东北遐人，你买物件。因八大以后嘛，啊，拢是去西门的伊咧门买嘛，对不对？你注意一点，人因去西门伊咧门拢总排队，伊当个高速公路拢总排队，甚至迄个旁边的迄个叫做车道啊，有位，但是因未抢位。你感觉真新鲜，卖讲咱新鲜呐，全世界媒体拢新鲜，哇，这个国家足无简单。但是新鲜的之余，咱来检讨看咱台湾人。咱台湾人以前嘛安尼的，你知唔知？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宣布投降，台湾人开始伫哭，尤其学生囡仔，大家哭甲妈妈哭，讲嗨啦，战争输去啊！美国人若入来台湾，会抢，对查某会强奸。对查甫会甲你抬，大家伫烦恼。迄个时阵，伫台湾即个斗争馆的警察甲军队拢总缴械，就是武器拢摕掉。但是即个时阵，台湾两个月一直甲讲中国国民党要来进前，台湾即个土地的治安犯罪率零，无人犯罪了。所以我相信恁一定捌听过恁的爸母甲你讲，暗时你困，唔免关窗仔门。迄是安那？迄是台湾人自己本身内敛，家己管好干家己。但中国文化入来台湾以后，拢无共款去啊！世界所看的拢是铁窗啊！啊，变成伫日本时代的时阵。让你更加散，这无，伊袂甲你抢，伊感觉迄个抢偷是一个真见效的代志。台湾人这方面呢已经无遐，咱台湾民政府伫提倡的就是提倡这啦，因为国这个中国让你唔对的教育，让你这个做真侪思考模式，很多的行为模式。都改变。讲起真简单呢，台湾第一世界的人建书，我请问啊，建书哪有光复节？好，刚才咱今年这几年一直伫媒体上课一直讲，台湾无光复节。即摆中国人教育开始改变啊，即摆小学的三年开始将光复节提掉，没有光复节了。在台湾人这么多年以来，60-70年里面，都是受到说有光复节，啊，你有光复的时候，建立的时候，当然，你会喜欢战胜国嘛。这是利用我们台湾人的心态，没人要建树啦。所以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投降，啊，现在中国人来，他欢迎祖国，他看到鬼呢。咱的祖先不是为中国来的，什么人会当敢证明讲咱的祖先为中国来？足侪台湾人戆推的，尤其遐政治界，拢去中国讲寻根呐、啊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寻到根呐、啊。咱都不是用为中国来，你怎么寻根？啥奈有迄个这个代志？我讲一个足简单的例，
您厝内底拢有公妈、公妈趴吗？卡吗？神明桌顶有一个公妈卡吗？大家拢真少机会去拍开啦。每一年过年的时阵，我囡仔的时阵，阮老爸老母拢会叫我讲吼：“啊，你做大囝，你要去穿迄个公妈卡吗？”公妈卡嘛拍开，内底的祖先为阮阿公、阿祖、国贵无啊。梦嘛是同款啊，阿公的梦也阁有，阿祖的梦也阁有，阿阁去迄个无啊？奇怪，还是为对去？很奇怪呢。所以有个人讲，咱的祖先，尤其中国人的课本甲你写，咱的祖先为中国来，完全的胡说八道。啊，我讲一个上好的科学的证明，有一个医生叫做林玛丽，你捌听过？马家的医生，查某的。伊特别验血，两万几个台湾人，啥物人要去验，拢无去伊家己验，伊家己安排 DNA 一个甲看，无啊，1%多是来自中国有，但是无嘛。啊，你甲想以前的船，敢有甚至嘛遮尔啊科学，遮尔啊发达，你敢若乌水沟都未过啊？啊，有诶过来以后，雄雄过来以后，要生活嘛无法度啊。所以你也知影，咱过去读的历史拢总假，讲学者假，讲咱为中国来假，因为中国人要来台湾，要甲你统治，一定爱制造一段历史。其实，卖伫台湾看，徛伫国外看台湾，清清楚楚，他所讲的没有一点是真的。你说最好的呢，咱囡仔的时候都读啥？反共抗恶，消灭万恶共匪。哎，啊，即马讲国民党和共产党非常的好啊。甲你讲要爱护国旗。陈云林，中华人民共和国陈云林来台湾的时阵，国民党讲迄支旗啊，伊不爱滴，青天白日伊不爱滴，啊，上帝也不吼。民进党，我干嘛就看是思想上完全错乱。本来是国民党的爱迄支旗啊，即马换民进党的爱迄支旗啊。啊，你甲想看卖啊？以前党外时阵，民进党遐党外就听到民进党叫做党外时期，要消灭中华民国。哎，啊，得到正反。没有消灭中华民国，保护中华民国。为什么要保护中华民国？因为有好处，有利益嘛。这才讲哇，咩名嘞？中国人之前家父茂，包括含阿扁都未记哩，含因太太都未记哩。靠钱是咱人类没有办法拒绝的一个东西啊。卖讲。莫讲因啊，讲咱民政府就好。咱初去办国去办，咱咧想象诶，死狗嘛会去用买去。包括咱以前，恁两年前啊啦，两年前咱有一个总理70万就去用买去啊。你有感觉很奇怪啊？咱有咧想讲奇怪，啊你70万，啊你即马做总理，我们真的执政以后，你当总理，70万你无嘛？薪水不了你就70万，所以真真正正，大家嘴敢若讲，我袂安怎，我袂安怎，但是实际上的时阵，金钱放伫你的桌顶，很少人不会被迷惑。嘴拢足够讲的，我唔惊死，伊拢黑白讲啊。所以，我们台湾民政府正式决定。我们要走法理，只有法理这条路不会被消灭。你也会感觉说奇怪，怎么报纸都没看到你台湾民政府的消息？因为台湾民政府这是叫国际法成立的一个组织，一定会成功。台独永远不会成功，所以台独的文章都给你报，让你去看。但是迄个成功嘛，绝对未成功。美国甲你讲足清楚诶，台独代表战争，
这个、战争是美国要跟你打，因为美国是占领国。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，因为你要独立可以，你要去问这块土地原来主人是什么人。这块土地主人在1895年4月17号马关条约讲得很清楚的，大清的大皇帝将台湾批我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，会记得哦，是日本天皇哦，不是日本政府哦。他刚才咱的班长在说日本人，他嘴里在说的日本人是叫做大日本帝国的日本人，不是现在的日本人啊。这两个有什么差别？以前的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去用麦克阿瑟给改过，麦克阿瑟用一礼拜的时间，尤其是第四条、第九条，甲改过，所以今日日本这个国家，唔是以前的大日本帝国，咱是日本人，是你讲大日本帝国的日本人。所以有的人听一半，听你讲，哦，明仔载开始，我来日本的交流协会申请日本国的国籍，香港戆呢？我最跟你讲哦，台湾的问题，唔通干那听，阿就别做。要研究好清楚，你要真正大日本帝国的国籍，要向什么人申请？要向日本天皇申请。但日本天皇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美，佮伊讲日本天皇，你即马袂当佮管国家的代志啊！啊，害啦，变成台湾的代志，由台湾人家己管。但是总有一天，将来有一天，日本天皇一定要派总督。还是知识低俗代替台湾啊，这个时阵，咱低俗还是总统会当直接管台湾，未使哩。所以这个时阵呢，日本派的人就是敢那亲像咱的公妈道顶迄个公妈共款，你甲拜，你甲尊敬，但是伊未甲你讲话。我甲你讲吼。不管是耶稣也好，神明也好，因的伟大，你会惊伊，谁人会惊伊？你也不知啊，恁家己捌研究啊。想啊，你看到神明直直拜，苦苦拜，看到耶稣直直甲祈祷，为什么？不是，因为啊对，正确，因为伊未讲话，未讲话上大啦。对不对？这就是人的心理啊！伊未讲话啊，心明未讲话，对不对？你家己遐拜，你家己遐虔诚个拜，你家己去修尔。耶稣基督，你甲讲，伊嘛未甲你讲，你甲祈祷尔。啊，唔知有听无听，你唔知啊，你会惊伊啊。同款的代志，所以有真个代志，你来遮上课以后啊，你的思想一定要改变，你的思想非改变不可。台湾无光复节，台湾人毋是为中国来，台湾这块土地已经挂予日本，你莫阁研究，是安怎清朝会使挂台湾，会当挂平予日本天皇？以国际法来有一句话：殖民地可以割让，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。这是什么人开始规定的？1840年、1830年以后的国际法就安尼规定啊。拿破仑时代以后啦，啊，若无这个世界较强的国家跟你相战，你若战输，啊，你就凄惨啊！这块土地变弯刀的，那叫做并吞。但即马未通啊！1830、1840南拿破仑时代以后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所以你敢想看麦啊？台湾偏哦，本来是清朝的殖民地，没有错。啊，伊的殖民地，所以他还可以割让。啊，割让给日本天皇，啊，日本天皇头脑真好。日本以前是世界第一强的国家，比美国较强。1922年。有一个国际裁军协定在华盛顿，
生起来强的国家，五个国家，日本是算排第一流的。啊，1922年，咱台湾人嘛是日本人啊。迄当阵，伊强强伫对，日本人以前不管是文化，不管是经济，不管是军事，你没有办法想象有偌强呢。我讲一个例，你知道航空母舰对不对？现在中国有航空母舰有无？你感觉有的举手，你感觉无的举手，啊，你感觉唔知影的举手。你麻烦呢，你嘛少回应一下。唔知就讲唔知影。有，迄只航空母舰是来自哈利台湾人的。迄只航空母舰偌济钱买？你知不知？2000万美金。2000万美金，你知影即摆美国的一只航空母舰凊彩做的爱偌济？69亿美金。你看差偌济？迄只航空母舰本来是要做海上旅馆使用。啊，伊想讲吼，啊，台湾人拢真戆啊！我买一只航空母舰，外口我切了水水，啊，甲你讲什么台湾海峡，你就惊着啊！迄只航空母舰没有动力，因为迄个动力拢总甲炸掉去啊！迄只航空母舰顶悬无飞机，全世界11个国家有航空母舰，敢若一个国家的航空母舰顶悬无飞机，就是中国迄只航空母叫做辽宁号、辽宁号啦。啊，迄只航空母舰顶悬无飞机，啊，伊用的人特别多。迄只航空母舰听讲伊底4000个查甫查某的海军。啊，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上侪请得1000个。啊，美国的航空母舰一天内底爱食饭嘛吼？一天内底，中国的航空母舰一架船内底，伊一天所吃的东西，等于是伊虽然人是这个叫做美国的航空母舰的4倍，但是伊食物件。是这个中国，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的差不多2倍到3倍。我讲，迄种的航空母舰是变作战争啦。迄个来当哈难，到今日为止，伊上界大的问题，飞机奈啥奈，无法度扛，因为伊的航空母舰顶悬无拦截绳，你唔能看迄拦截绳呢？迄飞机降落足紧的哇，那降落迄个尾爱较高嘞。伊无一条绳啊！我跟你讲，中国一只航空母舰都在俄罗斯，但人报纸你看讲伊足强啊！你知影迄当阵日本时代，日本的航空母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几只？29只，29只航空母舰呢？啊，伊即马剩，伊即马中国一只，啊，你讲日本有强无？但是台湾人和中国人的教育教得很坏，因为他说叫做日本窃占台湾。窃占是啥？偷摕。我们听了很神的，啊，什么我是本大日本帝国的人，啊，他人偷摕，啊，这种的国家我不爱。这是教育洗脑，洗脑。我说你是台湾人，也是日本台湾人，你如果战争死去，中国人放在哪里？忠烈祠。忠烈祠上面有台湾人吗？我可以跟你说没有，没超过100个。但日本的靖国神社上面有台湾人吗？有，39100个。哦，你感觉真奇怪。现在报纸，中华民国报纸有关台独报到很大篇的，台湾民众的法律拢无爱甲你报，因为伊知影台湾民众一定会成功，所以伊无爱甲你报。啊，所以无爱报，有真侪台湾人伫报纸顶面看无，讲啊，你台湾民众啊，都无效咧，报纸都无写呢。迄个报纸哪会看呢？报纸写是讲巴拿马又与我国断交，咱当时甲巴拿马建过交。是以中华民国跟巴拿马建交了，
台湾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国家建过交，所以咱在读这个法律，今日开始这课，我跟你讲，你真正爱认真读啦。那本《新台湾论》，我会当跟你讲，你伫外口遇到任何问题，伫《新台湾论》内底都会得到你的答案。不管什么问题，不管哪年刁钻的问题，我们在《新台湾论》里面会完全得到答案。我有当时想讲，台湾人哪会遐戆？哦，即摆研究出来知影，台湾真济学者无读战争法，无读占领法，因为战争法、占领法也没有明文。没有明文，拢是用啥惯例法？啊，这个惯例法，他们讲都不是普通人会当读的，因为惯例法你爱去编足济册，你才会知影讲哦，原来是安尼。但是我会当甲你讲，美国今日伫全世界，讲较歹听，横行全世界，你感觉讲？伊拢咧甲你侵略，也是无啊？伊毋是安尼哦，伊是拢安那，拢照战争法去行哦。你甲看伊拍伊拉克，伊甲英国个联军拍伊拉克，安那，伊一定拍了，伊敢有甲占领无啊？伊嘛是从伊拉克伫美国成立一个伊拉克民政府，伊甲迄伊拉克民政府刷登伫伊拉克，敢若一个人尔。高建环辉，你去组织伊拉克的政府，有这有趣味啦吼！啊，所以伊拉克的人有真侪人，因为美国占领，伊开始甲伊反抗。伊讲，你美国是外口的人啊，啊外口的人甲我占领，伊袂爽啊。今日台湾同款，今日台湾人是中国人占领伫台湾，你袂感觉？啊！你到底感觉讲美国人对你怎歹？其实这个中国人是照美国的意思、美国的委托来占领台湾的。台湾关系法都好，那全世界敢那美国有一个台湾关系法，可是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，很奇怪呢，你袂感觉吗？苏联那也不爱创一个台湾关系法，英国那也不爱创一个台湾关系法。因为美国是台湾的占领权国，所以他有权利做一个台湾关系法。原因是这啦，所以有人在说，日本也要做一个日本台湾关系法，这个有问题。有一个问题是啥？因为日本，没不对，日本天然有台湾这块土地，那是没有错的。所以，2010年，咱去美国开记者会的时阵，美国国安局伫开记者会迄当时，摕迄两张图送予咱，恁杜平迄两张，这是原版的。但是送迄两张图予咱的时阵，伊拢无甲你讲半句话，伊干那甲因讲，你回去交给秘书长。啊，你感觉真奇怪，啊，你秘书长那遐笨惰，那也无爱去。对不对？你会感觉秘书长很平淡的举手，你不敢举手啦，你心里在想啦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跟你说原因好不好？因为我没护照。嗯，奇怪，美国也这样说，美国你跟我说，你为什么不来？我没有护照。美国你为什么没有护照？因为我不是中华民国的人，我是在逼美国，你赶快给我们台湾民政府旅行证件，不是护照哦。主权国家要发行护照，被占领地的人民要发行旅行证件。我若跟你讲，三个月后我们会拿到旅行证件，你有怀疑无？稍等下啦，稍等下啦，你拢吼，我讲安尼，就怀疑就拍破啊！啊，你拢歹问原因，啊，乌白给你开支票，安尼结账我要离开啊！我们要拿到旅行证件，要有原因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不，你现在拿中华民国护照，我跟美国说，我让你关在这，
阿扁啊，关细间，我关大间诶。我坦白讲，我已经逼美国逼到无多，你知毋知？美国没有办法了。我甲美国讲啊，真清楚。我毋是中华民国的人，恁的中华民国就是为对来。1946年1月12号，行政命令讲台湾人为今日开始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的人。美国甲英国拢抗议，加拿大更加趣味。加拿大甲中华民国问讲：啊，你变作中华民国的国旗啊？请问因家人有宣誓不？啊，若有宣誓，请你把宣誓书给我们看。咱要变作中华民国人吼，爱安怎？爱宣誓？因为人权公约规定讲，要自愿、自愿啊、主愿啊，佮合法，咱拢无嘛。我有问过我的爸母，你有宣誓无？伊讲无。你等去问恁的爸母，看伊有宣誓无？伊嘛无啦。无咱也变成中华民国籍，所以讲我不可能领你中华民国护照，所以我甘愿替大家人关在台湾，用安尼来逼美国。所以咱过赢以后，中华民国，我估计已经开始在撤退，是你唔知影尔尔。中华民国有足侪组织法，什么法已经取消8、900个，迄个无法律的依据的法律，伊要离开啊啦！即你爱拍破，你免拍破。哦呀，恁台哦，我感觉恁哦，讲迟钝歹势啦。吼、哦，应该欢喜也无欢喜咧。伊要离开，你拢欢喜啊，对不对？你嘛，你会讲未离开啊，什么人要换？这个政权要换什么人？我知道你只要想过，你会安尼讲嘛？你若民进党讲民进党讲，我民进党，我跟你讲，你听好清楚，民进党，我跟你讲，100%不可能，无机会。原因是啥？伊是叫做中华民国民进党。问题是遮啦，你唔通讲因为你台湾人，民进党跟你讲伊台湾人，伊是呐讲话敢那台湾人共款，是安尼尔呢？伊的迄个骨头里面是中华民国，差足多。所以，咱伫这个时阵，尤其你来读这个高级班，你对这个法理要随时存疑，对法理要随时密切的注意，讲法律讲的到底什么物件。所以有真侪人讲，读完台湾民政府的初级班、高级班，等于也要看报纸，不是讲你唔捌字，你变作会捌字啦，不是安尼。报纸你看，你看，每一届你若看到报纸，会记哩。中华民国四字，甲贴起来换作台湾试看卖啊。啊是那台湾甲贴起来换作中华民国试看卖啊。你会恍然大悟。1972年，我国退出联合国。而且我国是什么？中华民国，不是台湾啦。这马英九真巧，因为咱有台湾民政府在这里宣传，在这里上课，伊开始用的字眼拢开始改变。以前会讲台湾退出联合国，即马唔敢讲啊，伊即马讲我国，你个回去啊？我国是什么物件？我国，台湾从来不是国啊。台湾只不过是一块土地，是日本天皇的土地啊。日本天皇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因为建书，所以要让台西，让你台湾人家己自治。这个自治阁唔是 self government， 是叫做 autonomic。顶管有人，什么人？日本天皇还是美国军事政府？他咪讲美国即摆吼，他个莫伊修啦。伊本来想讲伫台湾吼。把你糊弄一百年以后，真侪中国人变成台湾以后，就飞起啊！伊无想讲多多60年，咱台湾民众有爬起来，发现这个战争发现真相，伊不得不
要公布真相，伊不得不要将真正的事实讲予你台湾人知。所以有的人有真侪，咱台湾的同胞啦，六七十岁、七八十岁来上课，好加些你有台湾民政府，啊无即世人，我甲过几年我阁毋知影我原来台湾的地位是安尼。但是你免烦恼，虽然有真侪人知影以后，台湾有真侪人照常会阁行毋对的，因为台湾是一个足感情化的一个民族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海岛型的台湾人民的特点。所以当年日本来统治台湾第三届民政长官，就是民政厅的厅长就对了。伊可能日本 东大毕业二十几岁的派来伫台湾，名叫做叫做新藤叫做我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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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湾好管想想想台湾想好管想因为台湾人一世人只爱三项东西，台湾人爱钱，台湾人爱做官。你不觉得全世界人都爱钱爱做官吗？还第三项又怕死，全世界民族拢是这三项，但是台湾人在这方面的表现淋漓尽致。国民党就用这套啊！你台湾人爱做官，我给你做副的。蒋经国、蒋定、蒋介石来顺，那真正有给你台湾人做官，大部分拢做副的啦。你爱做官，我给你做啊！爱钱，给你钱啊！连战因倒有遐好个，伊讲因三代的公务人员。有几啊百亿，你敢要相信？啊，那呢？咱大家后摆拢来做公务人员，三代以后就甲因共款啦。唔是，以前那好嘢，连战因老爸连进东来台湾，迄当阵，伊做接收委员呐、啊，接收游员的时阵呐、啊。日本人的土地都变成印度的土地，最好的就是南京西路啊，那百货公司那片都是他们的。你做公务人员，你有那么多钱，别跟他们骗了。所以像他现在这个第三代来选台北市的市长，我就点点看他会调呢，我跟你说，你不想说他不调，他会调呢，很简单的嘛，我常常说国民党塞一粒石头出来，讲这粒石头，恁都爱选伊做市长，好唔好？绝对好诶！啊，选迄粒石头会调市长。中国人伊无咧甲你款，反正因继续来掌握政权，是因诶最大目标啊！你目睭金金甲看，12月26号、29号。十一月啦，嘿啦，伊会调啦。台中的胡志强嘛会调啦。伊即马讲有差距，迄是做互你看。你甲想看咩？民进党前甲伊国民党咧选以来，拄啊开始拢是民进党表面上赢足多，赢到有春，但是选入去，你拢输输一输啊。书记说都可以抱着希望也够概算。潜在的中国人太多了。潜在的中国人太多了。尤其台湾人公务人员有一个18%，你要给他拍好倒，拍他不倒。
我轻轻松松做好做这个学校老师退休，退休安有七一个月七万块。做老师的时阵，一个月无连五六万尔，啊，退休阁有七万，18%的影响。这是国民党用足济方法去霸占伊的这个政权所使用的方法。问题是你台湾人，你无多团结，台湾人自私。我有18%好安尼啊，我嘛甲你支持，我拢免做，我一个月有8-9万，我甲你支持啊。我管你是什么人做，这是咱台湾很可悲的地方。所以即马干那存存咱这条路呢？你唔通讲什么人来做拢同款，什么人来做拢无同款。法律就是咱要追求的。当然，我会当甲各位讲，无听咱即马讲讲讲，国民党即马不爱插伊，伊唔敢插伊。咱是照渐渐回来，啊，若无照道理来讲，迄天美国律师来，伊讲哇 ，Roger， 啊，你还阁伫咧？我讲无你想啦。伊讲我想讲，你过了后2009年，你应该去互抓去才对咧。律师讲哦，伊伫美国组织一寡人权啊，要甲救。我讲哦，伊袂甲抓啦，因为伊那抓我足大条诶。我是过美国的人呢，伊抓我，未输敢那是美国甲抓去同款啊！我甲你讲，美国都爱甲保护，美国的 CIA 有甲中华民国讲，这人你唔通甲叮当啊！啊，这人呢，这组织你千万唔通甲叮当，你放互伊，卖插伊，甲你冷处理。咱虽然做甲真辛苦，但是不要紧，总有一天我们会达到4000人。啊，你讲对不对？明仔再继续讲。